这是我想做的，我只想坚持这个。一撞进去一定是这样子。我已经坚持这么多年了，如果选择放弃，我会觉得遗憾。要一口气就是直接砰就下去了。会铁头功的吗？然后他问我会不会痛，我说会。所以我先不让自己有后路可以选择。这个皮都是挖我 头上的皮来补。刚开始以为是土中，哇，赶快看看，结果一听是五号，没人理。三二 ，Action！ 好。周二晚间10点，记录观点，就在公共。